大家好，照顾无记的，我是二大一二个阿袂歹料的 Smalling， 今日是一个特别的节目，是我的频道的马来西亚人挑战台湾料理第九集。对，还有，这个不停产呢，因为台湾的料理足多元呢，唔足只会当做的好无？我的 list。那现在照顾还要做？因为我平大，有平大一年啊。个别来付出了，付出怎么讲？用出江湖，用出江湖。嘿 ，OK， 今日个别来用出江湖咯。今日的重点料理就是要做弗里嘎。弗里嘎什么啊？其实伊就是小西点耶。哦。小西点你知影？台湾马卡龙的意思，因为伊的造型，干那马卡龙的造型，但是伊已经有足侪历史哦，足侪故事在内底超过。60年的物件。啊，啥物叫弗里嘎？弗里嘎是就是日本的手指饼的译音。Oh, 外来语来的 finger 啊 finger your finger， 伊个有一个较特别的名叫做 gulab、牛力。我听讲是来自法文的，就是 biscuit 啊 la cuillère， 一点都不像。知影为虾米讲是法文的一种汤匙啊款的饼的名的意义？但是我感觉无遮尔像啊，遐里的名讲足久的，就是小西点 gulab gulinga 还是马卡龙。虽然伊的名较复杂，但是伊的材料足简单，三个物件：低筋米粉、糖粉、卵，就安尼尔。啊，无奶油。奶油是内馅。哦。你会当用意大利内馅。OK， 即马被隔水加热，打发鸡蛋。Smalling 的破破破破台语。片头已经被触发了，自己喊 Smalling 的破台语。破破。啊，对，讲出来讲错，自己片头讲错。打发鸡蛋喽。有一点仔糊咯，今来开始加米粉入去。啊，该泡。免，小细点的特色就是免让伊消泡的，所以等一下加米粉的时阵就用手拉拉就好了。别人拢用塑胶的搅拌棒，但是我无，我用粉刺啊。那你知道眼镜蛇台语怎么讲吗？八家爪。不是，粉刺钳。因为它的这个张开之后很像饭匙。然后来钳是什么？就是倩女幽魂的倩。为什么叫倩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要这样子，很不圆。哎，圆圆的啊！哎，原来你的食的技术嘛是普通尔。过筛的糖粉伫个顶端，糖粉会予伊表面脆脆安尼，但是我有不祥的预感。我也有不祥的预感。香咯！即摆开始做牛油的啊。干嘛？其实足肥的你看，汤加牛油加一点仔盐，刚只是啊而已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不是在呼叫牛油啊。哎，还蛮像的，认真说还蛮像的。哎，我来看国嘴耶，哇，我做的弗里嘎，这牌是我做的国嘴国嘴，这个烧好卖。椭圆形的板球李俊杰，现在就找水的、圆的差不多的大小合体。找不到好朋友，这个找不到朋友。可以啦，茫茫人海中一定有跟你对盘的人呢。你看，谁 ？Match。Match。你要拍我家内线。太多太多太多。这是我自己做的弗林卡。试吃时间。太像马卡龙。我吃一个。有这种饼的感觉。我会记小细点的口感是鸡卵糕，可能是温度还是时间有一点仔焦过，再食一粒看卖。肉脆。这个味是对的，但是就是小脆。小脆。味是袂歹，所以嘛会当食的，家己食的。袂歹。哇，你这么大干嘛？原来是果冻哦，因为细粒的小麻烦的，所以就做果冻大粒的骨力特别好食。一个啊了后，哇，我的果冻好了。果冻，我的果冻好了。哦，足鲜的，这足鲜的。有一点仔裂，裂开，裂开，裂开，足扁的，你看，食一嘴看麦。大了很像，你食看麦就知。有口感了，有口感了。断面好，大家看。它这个表面真的是脆的，然后里面真的是蛋糕。哦，我知诶，
因为收拾了，伊就烘足久，伊就变切切。这个因为内底无遮尔大，所以伊就绵密的感觉就出来咯。嗯，这个袂歹。OK， 今仔日的福林家的挑战，五项成功，60分。因为伊的皮好食，但是口感拢唔对，变成手指饼。后一集挑战五努力，大家约后一集，我就要挑战什么？今仔日的台湾料理的挑战就到这。好，再继续挑战有的无的咯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不能甩，不能蝴蝶袖。拜拜。好吃哦。请问他是？那就比较硬的那个鸡蛋糕啊。今天的期望改成鸡蛋糕。